常悠悠，我关注你哦，等我私信你一下。这是，你也太你，危机安排哦，心愿单危机。用铁链子锁起来，好刺激哦！好刺激。穿云箭加微微也会安排的。正能量吗？当然了，你自己瞅呗，你自己去瞅瞅。第一条就是的，第一条不就是吗？弄不明白啊，怎么弄不明白？看我肩膀上的字，看我肩膀上的字，你的悠悠本人，六个字，你的悠悠本人。你的悠悠本人，你的悠悠本人，PPS。拍电影电视剧嘛，我每天都在拍呀，不好意思，每天我都在拍，拍完那个《粉身碎》里的部分就可以。你的悠悠心声，你的悠悠。终于找到我们海纳百川哥哥了，只有海纳百川哥哥知道我们直播间会机有隐藏内容。看我肩膀上的字啊，悠悠悠，我多大？我30。我要坐会儿不？我可以坐一下吗？不要在直播间里被骗了，我们粉丝圈大家都可以进的，自动通过的，不要公屏上有人扣字，你就跟他跑的。想念我了，又不是你骂我的时候了。
直播比视频漂亮，是吗？我觉得视频也跟我直播长得差不多呢。视频里的身材更好一点，因为可以瘦身啥的，直播就比较真实了。没有刀口就是好的，哪里的刀口？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什么也不是你女朋友，跟你结婚，你还粉刷好坏？看我肩膀上的字啊，凤鸣虎哥哥，你的悠悠本人，有的呀，谁为我动心，哥哥，我不一直都有的吗？我有，你没找我呀，主要是，你是不找我看呢？在哪个城市？主播在沈阳。亲你一口，不要。穿云箭加微微了。饿了。个穿云箭加微微，你们要是这都舍不得的话，不要在公屏上口嗨了好吗？你就进进我那个免费的粉丝群，那不挺香的吗？一个个口气老大了，然后一根穿云箭都舍不得。然后呢，你的悠悠本人粉丝群你也不去，你真行啊！旁边有人，你看到了？你怎么知道呀？我老公在旁边。怎么不好玩了？你怎么不好玩？你扒拉扒拉呢？我的脖第一条。粉丝群要满了，好像。你们想看悠悠跳舞的这一季吗？不想看的不要进了。我塞多少东西啊？我没塞多少，我塞多少你自己看不出来吗？等会儿我往后坐坐，你一看就没见过什么大世面。我不是送礼物来的，那我送什么？我送我的费电来的。
穿的好保守，现在是那个良家主播形象。看我头顶上的自来春花，看我头顶上的字，你的悠悠本人，你的悠悠本人，你别说，还真别说。